我今日一身運動嘅裝束，都知道今日嘅活動同運動係非常之有關係噶啦。咁其實我今日喺將軍澳運動場呢一個由婦女動力基金主辦嘅動力競步慈善賽2014嘅一個活動嘅喎。咁今日天氣非常之好啦，咁亦都見到在場身邊有好多嘅運動健兒準備就緒。咁其實我哋都非常之密切期待呢一個比賽啊！動力基金同埋神行卡。